惠州我哋又嚟啦，分享公司年底团建嘅好地方，适合3到40人左右，成个民宿包晒都系10000出头咋。呢度啲房间配套设施都好掂水噶 ，fit 过 London 啊。Well， 你睇下个茄子几大碌，想自己动手落菜园摘菜就可以煮饭食噶啦。菜都唔单止啊，连猪都有啊，一睇就知靓猪啦。走地鸡啊、鹅啊、鸭啊、鱼啊都有齐晒，烧乳鸽都仲得啊。呢度仲有一个超大型嘅烧烤场，冬天野炊烧烤烤全羊就最正啦！中意钓鱼嘅朋友，咁大个湖俾你慢慢钓啊！喺度又可以督波、打麻雀、打拳王都仲得。人多咧，晚上就可以安排自助餐。食完饭楼下就有个酒吧仔，想点玩就点玩，玩游戏、唱 K 都可以，设施都唔错噶。呢度啲设施服务价格够晒，经济实惠。我哋公司今年都第二次嚟噶啦，自己玩嘅先系生活，听日都要加油啊！